Hello，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商恩。一开始可以看到已经更改过的载入画面。如果你还没订阅频道呢，你可以考虑订阅，打小铃铛可以第一时间获得最新的更新。喜欢我影片呢，别忘了点个喜欢。有问题可以在下方留言。今天我们带来的是夜叉在天府打野的实战解说。我们在解说中呢，会提到我们的每一个技能。一开始我们先来说说我们的配装以及奥义。奥义部分呢，这是体验服嘛，因此我们是没有奥义的。那这是建议我们正式服的时候可以使用的奥义。配装的部分呢，这套装备是经过特别的调配哦，非常适合单排的玩家。那出装的部分呢，我们第一件收魂之剑可以在满装的时候卖掉，改成王者之剑。有我们这套装备呢，拆防御塔是非常的快哦。在防御塔范围有小兵的时候呢，我们拆一座塔只要5秒哦，甚至连珠宝也可以拆爆。我们先说一下我们一技能的被动哦。我们的被动呢，就是普通攻击满5次的时候会进入狂暴状态，狂暴状态的时候呢会增加跑速、攻击速度跟普通攻击附带真实伤害。除此之外呢，每次狂暴状态下的普通攻击会降低一技能跟二技能的冷却时间，有点像艾姨的感觉。那值得一提的是，我们的被动的真实伤害呢，对防御塔也是同样有效的。一技能呢是把范围内的所有目标拉过来，并且造成缓速。由于一技能会被我们的被动降低冷却时间哦，因此一个团战呢，我们通常可以放很多次，2到3次。那二技能呢是开启的瞬间增加我们的跑速，并且获得伤害减免跟反射物理攻击、普通攻击。那由于夜叉呢，它是没有位移技能的，因此二技能的加速呢，是我们的主要的机动的手段。这边我们尝试在这个草丛蹲一蹲，看可不可以蹲到敌方英雄。那另外呢，二技能有个被动，就是我们的普通攻击有25%的几率可以攻击两次，因此呢，有时候我们的被动会很快点满。但根据我刚刚的观察呢，我们还没学二技能的时候就已经会触发这个攻击两次的被动哦。详细的最后确定呢，还要等台服。这里我们的提米呢运到敌方英雄，我们赶紧过去把敌方抓过来。由于我们有红 buff 呢，敌方是逃不掉的。这里我们完成一个漂亮的双杀，从一开始被敌方一血呢，有点稍微的逆转。这里我们来吃个古龙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，夜叉的清野速度是非常的快哦。以我个人的经验呢，他是跟菲尼克不相上下的，而菲尼克呢是传说对决里面清野速度最快的英雄。这里我们的大招还在冷却，我们刚刚可以抓到敌方的图伦，我们先使用一技能把他拉回来。最后我们的一技能距离有点不够长哦，就让他残血逃脱，可是没关系。这里在上路看到一只残血的提米，我们看有没有机会把他击杀。看来没什么机会呢，我们就先来赶紧吃这个魔龙。我们注意到中路有这个马克思呢，由于怕他过来干扰我们呢，因此我们先稍微拉开。那这里我放提米击杀的敌方的提米，我们自己赶紧吃个魔龙，就一个制裁把魔龙拿下。那这边我们发觉敌方的资源哦，我们赶紧去帮我们的队友。先把敌方马克思拉回来，普通攻击他，就再使用个大招。这里我们有成功杀了敌方的马克思，可是让敌方起了残血逃脱。这边我们先来吃吃加尼的蓝。那我们的一技能呢有点短哦，看来要稍微走前一点。我们先快速的把这个野怪清干净。好，看看有没有机会可以支援我们的队友。夜叉呢，他是一个非常需要发育的英雄哦。虽然如此呢，可是我们上了4等之后也是非常强悍的。我们的大招呢，能够把敌方留在原地，是没办法使用霸体或者任何方式逃脱。比如那克斯的霸体哦，如果那克斯在使用大招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大招是对他没效的。可是如果我们的大招先命中他呢，他在使用他的大招，我们的连结还是在，也就是说呢，他还是被我们的大招绑在原地。
目前我们做事情又尽快的发育。这里我们注意到一方的企鹅在吃蓝，我们赶紧过去干扰它，先把它拉回来扑攻它，然后再接个大招。由于我们已经开启大招呢，它是没有办法使用二技能逃脱的。这里我们顺便顺利的抢了蓝，并且杀掉一方的企鹅，是一个非常赚的节奏哦。之后呢，我们反一反那野怪，先清中路兵线。敌方的屠人呢，他们的中路是一个非常高机动的法师，可是呢，在我们面前他也是无一用武之地哦，因为被我们绑到呢，他们也是逃不掉。我们自己尝试把他击杀，先把他拉过来，再大招。那就像这样，他就要叫确认头。那大家注意到我们队友神力女超人呢，他的爆发是非常的高哦，他有点到 OP 的地步。这边有点远哦，远水救不了近火嘛，我们就持续的发育。我们的装备呢，天虫云是非常重要的，就是我们最后一件，那它也变成红色了。这里我们顺利击杀敌方的马克思，这边红包 Faker 精湛的走位躲过我们的一技能。由于一技能是指向技呢，它是非常吃心理因素的，就是跟你的目标互相在比拼心理战。如果淡定的人呢站在原地不动呢，反而能够躲掉这种指向技能，因为通常使用指向技的都会预判敌方的走位嘛。我们这里吃掉飞鸟之后，哇，这个小兵也会走位。那我们持续清兵线，我们发觉敌方的夜叉在下路，可是我们打算先不管他，看有没有机会去杀中路的屠人。这里我身上呢又全全是被敌方马克思阴击到哦。那他既然过来，我们就把他拉回来。之后让他剩一点点血，运气比较好。如果我们是有奥义的状态呢，他早就死了。比较可惜的是，我们这个体验服是没有奥义的。大家可以看到呢，没奥义也可以玩得这么强啊！有奥义之后，他一定会有另外一种感觉。总体来说呢，夜叉是适合特殊的玩法哦。可是呢，他不一定会成为主流的角色，主要是他需要一直普通攻击，并且呢，他会怕控场。像神力女超人呢，他只要一技能使用两段就马上生效，是非常强势。这里我们马上使用个大招绑住敌方的企鹅，大家可以注意到企鹅使用无敌的大招呢，也是没办法逃离的。我们的大招呢有绝对的优先权，就是被我们绑到的人就休想逃。这里敌方提米使用了大招哦，他想要死，可是我们先让他活下来。等他大招消失的时候呢，再使用二技能追上拉回来。他刚刚已经吓到流汗了，想要逃命。这里我们大招冷却好，先绑一绑敌方马克思。在我们大招范围内呢，是没有人可以逃脱的哦，所以我们顺利的完成双杀。这里呢，我们来切个魔龙，然后持续发育。我们现在的目标呢，就是掠夺一切地图资源，并且尽管的抓敌方的落单。我们注意到我们队友在蹲敌方，我们看看有没有需要过去支援。那另外呢，这个应该是一个 bug 哦。夜叉在吃凯撒的时候呢，是不会扣血的。凯撒是不会攻击他，有可能是我们的被动的关系，我们二技能。那我们就顺利的把这凯撒吃掉。以我们的配装呢，就算凯撒没有 bug 呢，我们也是可以单吃他的哦。那这边吃到凯撒之后呢，我们顺利的团灭敌方，在这地方也来下了一个水饺。我们试试可不可以趁这一波结束游戏。由于我们夜叉的普通攻击呢，会降低我们一二技能的冷却时间，因此呢，只要我们能够持续的攻击，我们的一二技能是可以一直释放的。当然，夜叉呢最怕的是控制，而在下个版本呢，任性谁被取消了，因此呢，他会
对控制比较没办法。如果队友有查格纳尔呢，大象对夜叉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队友。我们继续把兵线清了，先等兵线过来。我们先把兵线清一清，再过去支援。由于我们买的是半坦装哦，我们是可以直接扛着防御塔去杀掉敌方英雄的。就我们这边主力击杀敌方英雄，就再扛着珠宝摧毁敌方的珠宝，顺利赢得这场游戏。以上呢是我带来的夜叉在体验服的实战解说。个人觉得夜叉呢，他纪念组是蛮有趣的，一个蛮好玩的英雄。那虽然他可能不会很强，可是他很帅呢，这一点就够了。我们一起期待他到正式服的到来。影片到这里差不多结束了，我是尚恶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